年轻人68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也是公车哦，现在他自己开公车，开公车就不能开。他说很累，刚才才回去。哦、他里通常拍是。以什么角度在拍？就是车前的角度，还是都不要拍，不要拍到人为止。就是拍公车的动态，对不对？就可能是车前或车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看人的状况。他有时候人多，也许都不会拍。是啊。就两个礼拜会比较活动会考，需要对，所以大概会考完之后，这个大概就会拍全程，这是短程，拍完加油。我认为是要用摄影比较正确。因为你拍摄的话不好拍，还好，还好，是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因为在不要拍车，你如果在拍车外的话，就有一些司机会看你，会瞪着你，但有时候就会、会以为说你对他不利，对，所以就顶多是拍车内这样。这个你也要经过司机的同意，了解吗？好，不然的话，可能驾驶好像不太用，通常应该不会啊。其实公车里面、公车外面也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喜欢？